那我们继续了哈。那刚才呢，我们就讲到就是这些partition 的所谓的我们给的那个函数要定义 lower sum， 我要再来一次，我们给的那个函数一个线段，我想求是曲线底下的面积，先有一个 partition， 再有 lower sum 跟 upper sum， 再取 lower sum 的 supremum， upper sum 的 infimum， 那就是我们的 lower integral 跟 upper integral 啊，这样子的话呢，如果它们相等的话，我们就说这个函数是可积，而且这个积分呢就等于它们相等的那个值啊，所以有一定的流程来去做的，好，譬如说我这些 partition 呢，刚才有同学问到，就是说有没有具体的例子呢？这里呢，我会给一些具体的例子，譬如说你 i 是零一的，你的 p 一呢可以是这个样子，啊，零三分之一、三分之二、一，啊，那这个是 p 二，这个是 p 三，那很明显就是说这个 p 一呢是包含着 p 三，啊，换句话说 p 一就是 p 三的 refinement， 啊 ，refinement 就是这个意思。那但是 P1 P3 跟 P2 呢就没有什么重叠的关系，我们就不知道P1 跟 P3， 我知道就是说大家的lower sum来说， P1 的lower sum 又比较大， upper sum 又比较小，但是呢对 P3 来说对 P2 来说，我就没有能够断定啊它的那个lower sum 跟 upper sum 呢的那个大小的关系啊。那我再举一些例子来让大家看一看，比如说那个常数函数啊，那你的对于任何的 partition 啊，我令 P 是随意一个 partition 啊，随意一个 partition， 那我有什么呢？我有它的 lower sum 跟 upper sum 啊，就会是等于什么，就是那个对于这样子的一个 F 呢， lower sum 跟 upper sum事实上都一样的，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这个小 m 呢，我应该这样子说，对于这样子的这个 lower sum， 它的小 m 呢，小 mi 跟大 mi 啊，因为它是常数函数，所以在每一个线段上面呢，它的那个supremum 跟 infimum 都是自己啊，啊，它就是一个常数的函数。好，那所以我的 lower sum 呢是等于 summation 的 c delta i， 就相当于是这个，而我们前面已经有做过类似的 delta i 的总和，根本就是整个线的总和。现在呢，我的 i 呢还是等于零一啊，譬如说。我当然可以用别的啊，是这样，那所以就是等于 c 了。那同理呢，我的 upper sum 呢，这个大 mi 也是等于 c 啊，啊，那所以这个和呢是一样的，啊，所以任何点的 lower sum 都是 c，upper sum 也是 c。任何 partition 的 lower sum 都是 c， upper sum 也是 c， 那所以我就有呢你的 lower sum 的所谓的 supremum 啊， this is true for any partition 啊， true for any partition p 啊，那所以这个 lower integral 呢当然是等于 c 啊，哦，在零一上面的那就是等于这个 upper integral，因此呢，我就说 F 是可积，
S is integrable on 零一，而且呢，这个积分呢，这个积分是什么？这个 c dx 就是等于 c 啊，我就找到一个积分啊，我是找到一个积分 ，OK。好，第二个例子，那个是最简单的一个所谓的 non-trivial 的函数哈，常数是最简单的函数。第二个最简单当然就是 dx 等于 x 啊，我的 i 呢还是零一啊，那我也是讲 upper sum 跟 lower sum， 那这个是一个你可以随便一个 partition 呢啊，你知道就是说。那个大 MI 呢一定只是右端点，小 MI 一定是左端点啊，那但是那个值呢是看你的 X 怎么算的，就是说你的点是怎么取的，所以我们的要找这个 lower integral 跟 upper integral 呢，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做法，是这样子做。我们选取了一个特殊的一个 partition， 就是将这个零一呢平均分成 n 份，这里总共有 n 格啊，每一格的长度呢是刚好是等于 n 分之一啊，你的 xi 呢就是等于 n 分之 i。啊，那是这样子的一个，我们实际上有个名称的，叫做所谓的 regular partition。regular 就是将你的长度呢，你的线段呢是平分。哦，那我们会看到就是 regular partition 呢，将来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在我们整个理论里边。啊，好，对于这样子的一个 regular partition 呢，我的那个 upper sum 跟 lower sum 呢就不难找出来啊，我这个是大写的啊，大写 P， 那或者是草写 P， 我应该这样子写啊，这样讲这个是草写 P 啊，好，那它就是右端点，在这里呢，在这样子对照于这个 partition 来说，这个 MI 是多少，就是 XI 啊，然后Delta XI 是这样子啊，你是右端点，那在第 I 个区间呢，它是就是 X 的 I 减一到 XI， 我不写了啊，那就是从一到 N， 我们的求和的方式呢是这样子啊，那在这样子一个特殊的状况呢，它就是等于事实上就是N 分之 I 在乘以 n 啊 ，i 是从一到 n， 那就等于 n 平方分之一，或者是两 n 平方，然后 n 加一啊，那这个 i 是从一到 n 呢，求和出来呢就是等于这个东西，那约掉以后呢就是等于两 n 分之 n 加一啊。啊，我这里可以写的好一点啊，约掉以后就是等于下面那个数，那这个 lower sum 呢也可以类似的方式去求，因为它是 x 的 i 减一 delta xi， i 是从一到 n啊 ，i 是从一到 n， 那，然后那个
总和呢，类似就是两个 n 平方分之那个这个和就是我这样子说吧，所以是 i 减一除以 n 平方的求和一到 n 啊，所以是是我想不多写了，选出来呢就是这个东西，因为你那个 i 减一呢，求和相当于就是说是从一加到 n 减一啊，那所以那个总和呢是二分之 n 乘以 n 减一，那越掉一个 n 以后呢，就是等于这个东西啊，好不好？好，这样子一个状况呢，我们就有呢，就是说这个 lower sum 当然要小于等于 upper sum 啊，我们前面的定理呢已经说好了，而一方面呢，每一个 upper sum 比起任何的 partition 都要来得小，而现在我这个 upper sum 呢是等于什么？对于这个 regular partition PN 来说呢，它是等于2N 分之 N 加1，那当 n 越来越大的时候呢，我就知道这个当然是趋向这个很简单的数列的 limit 就是趋向二分之一，左边一样，就是它是大于等于我的 lower sum 啊，那而这个呢是等于 2n 分之 n 减一，看起来是有一点差异，可是当 n 趋向无穷的话呢啊，那这个是也是二分之一啊，那这个 lower sum 是一个数，它是大于这个东西，然后这个 n 越来越大的时候呢，它就越来越接近二分之一，那我们 limit 的那些理论就知道这个 lower sum 一定要大于二分之一， upper sum 小于这个 take limit 以后呢二分之一，所以你这里就好像一个夹击一样啊，就迫使这个 lower sum 跟这个 upper sum 就一定要等于二分之一，不然的话啊，它们是两个实数啊，夹在两个数列中间啊，那你可以说是这个是夹击定理啊。好，那因此呢，我就有呢，就是说这里一夹，我就知道，就是说这个 lower sum 跟这个 upper sum 就是要等于二分之一。那这个当然就是等于我们的这个零一 x dx 的积分啊，这个大家应该很熟啊，知道它就是这个积分当然就是二分之一。那我就是说这个 afx 等于 x 呢是 integrable on 零一。那我为什么要做这些例子？就是要让大家一方面了解我这些理论，这个理论你可以说是你现在都会了，都会积分了，你了解这些干嘛呢？不是的，在你了解这个，你为什么会知道这个积分一定就等于二分之一，就是因为微积分基本定理，我们现在还没有建立起微积分基本定理啊，没有关系，我等一会就点名的了哈。那所以你不知道微积分基本定理，那现在我们还没知道微积分基本定理，所以呢这个问题呢是我们现在呢事实上是一步一步的去接近这个微积分基本定理，可以这样子说啊，有没有问题？那这个还算简单的，我是说 afx 等于 x 的积分在零一上面的积分还算简单的，如果是任意的 ab 区间呢也是不会太复杂啊，事实上是复杂一些啊，但是还是 ok 的，但是如果你再看这个如果我现在考量的就是这个
第三个例子 ，f(x) 等于 x 的随便的 k 方，譬如说二方、三方，哦，那你看一看，我一样可以有一个 regular partition。如果我这个是一个 k 方，我一样有一个 regular partition。那我这个和呢，就是等于 xi 的 k 方，啊，哦，的这个所谓的 upper sum， 因为都是右端点啊，这个是递增的。那好，这个和就不一定对了，它是一个和式，就是是这样子一个啊，那个 delta xi 还是 n 分之一，可是 xi 的 k 方呢，就是 n 的 k 方分之 i 的 k 方 ，i 是从一到 n， 我们要求这样子的一个东西啊。啊，换句话说，我的 upper sum 呢是要求 i k n 的 k 加一，哦 ，i 是从一到 n， 是这样子。那如果 k 等于二，甚至等于三，这个和呢，我们还是可以做得出来。啊，这个大家都学过嘛，哈，就是如果 k 等于二的话呢，这个是六分之。这个 i 平方和就是六分之 n 的啊，就是 n 加一，二 n 加一啊，六 n 三方。如果 k 等于二的时候啊，如果 k 等于三的时候啊，我们还是可以做啊，那就是四分之 n 的四方。然后呢，就是 n 平方 n 加一平方，对不对？好，这些我们都学过啊。那 take limit 还是有一个数，那 lower sum 呢也可以做，这个是还可以 OK 的。可是你再下去呢，五方四方、五方、六方呢，那就麻烦了啊。勉强是可以做，但是好了，任意的 n 方，我们的公式有这么简单。任意的 k 方都知道，就是你从零一积任何的 k 方，我们知道是 k 加一分之一，啊，这 k 加一分之一怎么来的？啊，那就是靠微积分基本定理来的，啊，那所以要了解这个现在就是说要让大家了解这个困难，哦，当初做积分的时候呢，比如说费马之类的人就做了很多，做了二方、三方，就是利用这个黎曼的那个这个想法去做，就将这个积分，但是一个一个做非常辛苦啊。现在呢，我们一学整个公式，随便的 x 的 n 方我都可以积哦，那个方便程度就是差天共地了，对不对啊？差异非常大。那所以接下去呢，就是说我一句话啊，就是困难啊，就是困难。所以我们就是要想一些别的办法，就算是困难呢，就算我要算出这个答案是困难，就算是我要判断这个函数是不是可积啊，可积那个部分呢，我都觉得有困难啊。那所以呢，我们就有以下的一个所谓的积分的判别法啊，它就是这样子的情况底下呢产生的。而这个积分的判别法是重要的，好，是个重要的判别法，啊，那这个就是定理，4.4，啊，我们叫做 integrability criterion，integrability criterion， 如果没有记错呢，教科书是是将它作为积分的定义的哦。那但是大部分的书都不是这样子，大部分的书呢都是lower integral 等于 upper integral。那然后呢，这个 integrability criterion 是怎么样子？是一个等价的定义啊，哦。所以呢，书上也没有错啊，哦。那它是 on AB， 若且为若啊。它是若且为若，若且为若什么样子？随便一个 epsilon 大于零啊，你看又来了啊，这些所谓的无穷微量啊，那我都可以找到一个 partition，
批，使得 upper sum 跟 lower sum 那个差异， upper sum 当然比 lower sum 大，但是大的很少啊，原来它就大于等于零的了，这个一定的啊，意思就是说我可以，如果我可以找到对于任意的 epsilon， 我可以找到一个 partition 使得 upper sum 跟 lower sum 的差异就小于这个 epsilon， 如果这个任意 epsilon 都做到，则这个就是可及啊，这个就是可及。那我们先用吧啊，先不证啊，那看看它好不好用啊，它只是判断可积哦，积分是什么没说啊，这个是又是另外一回事了啊。那我们就利用它来看，比如说以三个 example， 你的 fx 是等于 xk， 你的 upper sum 呢，我考虑呢就是这个 pn 就是 regular partition 啊，不写那么多了 regular partition， 我的 pn 我已经讲了，就是减掉 qn， 再来一次，我的 upper sum 减掉我的 lower sum 啊，对于 pn 这个 partition， 我知道就是这个是等于 xi k 方 delta xi， 而 lower sum 呢是 xi 减一的 k 方 delta xi， 那我们是尝试用一个一网打尽的方法，随便一个 k 是一个正整数啊，那因为 f 是这样子的话呢，它是一个递增的啊，那所以它的大 mi 就是右端点的函数值，小 mi 就是左端点的函数值，对不对？哦，所以这个差异呢，就是这个样子，哦。那delta xi 是什么 ？delta xi 是 n 分之一，这个我们知道的。啊，是 n 分之一，然后所以我可以求和，我倒不如再写一行哦，这样子会比较清楚一点，就是我这个和呢，我当然可以给它合并，i 是从1到 n 啊，我给它合并就是等于这个东西哦，那好，所以刚才已经说了 ，delta xi 呢，事实上是你的 xi 呢，在这个 pn 里来说，你的 xi 就是等于 n 分之n 分之 k， 我现在n 分之 i， 我现在是还是在零一上面去考量，哦，所以我得出的这个差异呢，事实上是等于 n 分之一，啊，这个 delta xi 就是 n 分之一，然后这里呢。我可以因式分解，因为 k 是正整数，我还是可以做因式分解，那就是将这个 xi 跟 xi 减一啊，那个拿出来，那个不是就是 delta xi 吗？ delta xi 定义就是这个，就那个，所以我有一个平方啊，还有另外一个 n 分之一走出来，剩下来的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东西， xi 的 k 减一再加 xi 的 k 减二 xi 减一加 xi 减一的 k 减一啊，就是一串的这些 xi 跟 xi 减一的那个和，是这样。当然呢，那个和事实上我是知道的，这个和我是知道的。要小心哦，啊，要小心。然后 i 是从一到 n， 应该要这样子看。好，然后呢，现在呢，我就用一些不等式来去处理它。好，是这样子，啊。我只需要它小于 epsilon 就够了，啊，就是可以任意小。那现在呢，我这个 n 呢是随便的一个大数，啊，
那我譬如说能够做到它如果小于 n 分之一，那就 OK 啦。那 n 分之一可以任你小，只要 n 够大的话就 OK 了。所以我就可以做下去。每一个我说每一个都小于一，应该没有问题嘛？啊、哦、，xi 跟 xi 减一都是在零一之间的，我的区间是零一，啊，我的 i 呢是在零一，我的 xi 呢都在零一，所以它每一个呢都小于一，所以总共有多少个？这里呢总共有啊，从这个 k 减一方到零方，所以呢总共有 k 个，啊 k 个除以 n 平方，然后呢 i 是从一到 n。再加一个 n 个，所以是等于 n 分之 k， 是这样的。哦，那 k 是固定的，可是 n 却可以是一个大数，我可不可以让它小于 epsilon 呢？当然可以啊，哈、哦，等于每一个 epsilon 大于零，我就 let 这个 n 呢是比起 epsilon 除以 k 要来的大，哦，这个阿基米德告诉我们一定 OK 的，那。然后呢，所以意思就是说 n 分之一呢，这个放之右边就是小于 n 分之 k， 就是小于 epsilon 啊。那因此呢，对于这样子的一个 pn， 它的 upper sum 跟它的 lower sum 的那个差异，按照上面所说的，就是要小于等于 n 分之 k。啊，利用上面所说的啊 ，by above 啊，那然后这个按照我的设计，它就小于 epsilon， 那就是满足了我这个 integrability criteria。因此啊，就是那个 f 呢是 fx 等于 xk 呢是 integrable on 零一啊。事实上它在任何的一个 B 区间有界 B 区间上面都是可积的，这个我们都清楚啊。可是这个积分是什么？这个方法没减哦。那这个就是要我们得到这个微积分基本定理以后呢才有办法解决的啊。OK， 所以它的功能目前是这个样子，好不好？但是我们已经进一步了啊！现在呢，我们整的东西呢，都是一个非常紧的一个了解啊，每一步呢都是清清楚楚的，没有什么模糊的地方啊。这个就是我们这套理论的优点啊。好，怎么样子去证这个定理了啊？我给了这个例子以后呢，我就可以去证这个定理啊。Proof of 4.4。返回来呢，事实上是简单的啊，给定了任何的 epsilon 啊，我都存在一个 p， 使得 ufp 减掉 lfp 是小于 epsilon， 换句话说，ufp upper sum要小于 lower sum 再加 epsilon， 是不是啊？然后我们弄一些不等式，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大于等于 upper integral， 我们是 infimum 呢 upper sum 的 infimum， 所以当然比较大。我们 lower integral 是 lower sum 的Supremum， 所以是这个样子。换句话说，upper sum upper integral 扣掉 lower integral， 我将这个东西再调回去左边，就得出这个东西，它要小于 epsilon。却要大于零，是不是？本来就是 upper integral 要比 lower integral 大，这个是前面已经知道的，你可以说是 4.3 啊，我们已经知道的。那所以而这个 epsilon 是任意的
啊，这里 partition 已经不在了，我不管怎么 partition， 啊，已经不在了。这两个是数，这两个实数相减是大于等于零，小于任何小的 epsilon。那这两个数能不相等吗？啊，不行嘛，对不对？啊，它一定要相等啊。你也可以说这个 epsilon 等于 n 分之一，然后将 n 拉向零，你用什么方法都 OK 的啊。这两个，这个是实数啊，它是小于任何，它是正数，小于任何的小的 epsilon。那结论是，啊，就是 f integrable。啊，这个 integrability criterion 啊，这个字不好，不大好念。那本来就不是那么难的，啊，他们要很接近，意思就是说，啊，他们跟那些 upper sum 跟 lower sum 是很接近，就是这个意思啊。啊，那返回来呢？也不是说非常难啊，随便一个 epsilon 啊，那 by definition of 这个 supremum and infimum， 我们都存在一个 P 一，使得呢，就是说我这个我现在先看 upper integral 啊。我应该这样子说 ，upper integral 是它的 infimum。好啊，我用 lower integral 来看吧。lower integral 是一个 supremum， 所以呢，它小一点点就不是 supremum 了，对不对？小一点点就不是 supremum 了，我们就有一个是小一点点就不是 supremum 了。这个是 lower integral， 啊，它小一点点就不是 supremum 了。同理，这个一点点呢，我用二分之 epsilon。同理呢，我的 upper integral 它是 infimum。啊，它是，哦，这个符号是这个样子的，积分 AB， 然后呢，积分上面呢有一个横，啊，表示它是 upper integral， 那它是 infimum， 啊，最大的下界，所以呢，它再大一点点呢，就不是下界了，换句话说，就是它就是有一个 upper sum 呢，还要比它小，啊。是这样的，它不是下界，啊，那所以就有这样子的一个结果啊，差不多做完了，我令 P star 是等于 P 一 union P 二，啊，利用这个4.2呢，他说什么，我的 P star 呢？就是 LP star LFP star 就要小于等于 UFP star， 而 UFP star 就要小于等于 UFP2 啊，那然后因为它是它的 refinement， LFP1 又小于啊，越 refine lower sum 是越多越大， upper sum 是越小，就是这个东西。那结论是什么？结论是我的 这两个差异就要小于等于外面的两个差异，是这样子，那就要小于等于
对不起，是小于，绝对小于，就是这个 upper sum 是比这个小的 ，lower sum 比这个大的，所以呢，差异呢就是这个扣掉 upper integral， 扣掉 lower integral， 然后那些 epsilon 呢是补回来的，两个相加就是刚好就是一个 epsilon， 然后这边。我再补一个 upper sum 永远都是大于 lower sum， 我就有这样子的一个结论。我们来看一看啊，我实际上要做什么？我是不是做完了？我做完没有啊？你们觉得呢？我做完没有？搞着搞着就混了，是不是？我现在要证什么？我要证，如果它是 integrable 的话呢，我只有一个 partition， upper sum 减 lower sum 小于 epsilon。现在我做出来。upper sum 减 lower sum 是小于这个扣掉这个加 epsilon， 做完没有？为什么？谁说得出来？我做完没有？蔡玲姐，你说呢？这两个一样，很好。这两个一样，事实上它是 integrable 的话呢，这两个是要一样的哦，所以这两个一样啊，我得出有一个 partition， 它这个当然是 partition 嘛，这样子定义还不是 partition， 它的差异是绝对小于 epsilon， 这个就是这个是随便一个 epsilon，我都做到这个事情哈，所以又是一个填充题，跟我们证 limit 的那种想法有什么不一样？精神是一样的啊，所以大家就要学这个东西啊。那这个就是我们的 integrability criterion 我的在这里是一个 p， 那在那边呢，我们用 p star 去表示这个特殊的。partition p 所以就证完了这个命题那今天呢我就来到这里我们呢就是介绍了这个积分的一个基本的理论这个理论呢将来这个架构呢就是我们要做这个微积分基本定理，以基于所有积分的一些性质积分要很多不同的性质那譬如说你以为这个很好证吗？如果我这个线段的积分，我将它切成两片，一个 AC， 一个 CB， 那它的积分就是等于各自积分相加，这个也不是那么好证的。我们就是要用这些理论才能证得出来的，还有连续函数是不是可积？如果连续函数可积就简单了，是不是？那或者是它只是断一点，那也可积啊。我将它分成两段，就是基本上是利用这个想法，就每一段都连续就可积了。但是要这个对啊，要这个对啊。所以这些东西，我们都需要用到这一套东西，仔细去看它，然后来说明。他们确实是成立的，有没有什么问题？